论语十二篇第二章。有子曰，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贤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有子曰，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贤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